第一位选手我来推荐，我推荐他的理由是，他是一位年轻的音乐先生。哦，他呢其实很年轻，哦，但是他用音乐传递的一种很特殊的我们大家熟悉的文化和汉字有关。他的这首音乐在网络上非常非常的火，我们先看大屏幕。中国的汉字落笔成画留下五千年的历史，让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一撇一捺都是故事。现在全世界各地到处有中国字，黄皮肤的人骄傲的把头抬起，我们中国的汉字一拼一仄谱写成诗。掌声欢迎陈柯宇老师。欢迎柯宇，就是网上2018年最火的一首歌《生僻字》，而且很多人在挑战这首歌。对，很多很多，好像如果谁唱不上来，就是好像证明自己小学没毕业一样。没有，但其实它已经不是小学的那个标准了，因为好多字确实我们生活当中不太常见。对对对，像我衣服当中的这些，其实有的它并不是特别生僻，就像比如说我们高考嘛，其实像重重叠力、沆瀣一气，这些都是高考必考的。没错，对，其实并没有说特别到生僻。其实我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希望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嘛，别说记住意思了，能记认识字就不错了。没错，什么灵感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愿望？因为其实这个歌火的时候，我没有在我的预料当中，因为我写这个歌的时候也没有像大家说的我有多么雄心壮志，其实就是一个点，我觉得挺好玩的，我就做音乐嘛，就特别好玩，那我就写了。其实当时就是在微博上面嘛，我就看到就是这个事件又怎么了，又怎么，但是那个又是一个三个又叠在一起的，然后又是四个又叠在一起，然后我就不太认识嘛，我就不太认识的时候我就去查一下。那我当天晚上其实就有了这个灵感，我觉得我不认识肯定很多人也不认识，所以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去创作这样的歌。很善于观察生活啊，没错，这是一位好艺术工作者的品德。其实我们汉字也是这样啊，就是说汉字这个文化是博大精深，而且像我们平时常用的，好像常用的汉字量应该占总量的一半都不到。对，也就是说有很多很多其实是我们不熟悉的。对，他这个作品难在哪儿呢？要每一个歌词啊，每一个字都是生僻字，而且还得韵折要押上。对，我们说生僻字其实应该感到脸红，就像为什么可以，因为这些字都是来自于古文，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，是我们自己生疏了。对，你看这是那歌词啊，杨帆，我们来看看我们俩的语文水平，那半你来念，这半我来念。我的天，这样咱俩交替念吧，从这儿开始好不好？那我先来啊，不，下面一个后面念什么？啊，你是这么念的吗？这个字读什么？不狼不友，不狼不友啊。对，其实这个字很多人都会在我们读书的时候都会把它念成不良不友。对，学，也不是。又，啊，学恶名学。我的天，我恶心不？哎，这个三个龙呢？什么？龙行达达，其实就是像我们过年的时候，像比如说龙腾飞的样子啊，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吉祥的词语了。它是三个龙的一个结合。其实我在就是创作的过程当中啊，其实我有一点点小的发现。哦，就像这个饕餮啊，这两个字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对，可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下面是两个十。但是我们往往可以通常看到的饕餮的意思就是一种猛兽，嗯，但是它其实我也翻阅过它一些其他的意思啊，它下面有两个石，它这个上面呢又有一个虎，然后它这个地方呢又有山珍海味珍的一半，那其实就是石就吃嘛，敢吃老虎敢吃山珍海味的那一定就是很贪婪的东西，饕餮。对，哎，其实说到这儿你想想啊，杨帆啊，你看古人啊形容爱吃会吃叫饕餮，
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充其量就是说你是个吃货，这个文化味实在是降得太多了。我们要好好学传统文化。这次对于你接下的音乐道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我以前唱歌是没有人听的，我虽然是专业院校毕业，但是之后就没有再从事唱歌这个。你本身是哪个？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。四川音毕业的。对对对，就是总算可以有唱歌有人听了，我觉得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。那你接下来的音乐发展方向？也会有一些国风的东西出现，但是也会有一些比较流行的，因为你比较年轻嘛，也喜欢流行一点的东西也会有。对，但是传统文化这个你所说的国风会跟你一辈子了。对，它是你的标志。对对、也很感谢大家喜欢这个歌。好，加油啊，柯宇。谢谢谢谢老师。待会儿主舞台交给你啊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，请说出我们的口号。是金子总会发光。请转身。观众朋友，在收看黄金一百秒的同时，还可以拿出手机参与我们的微信摇一摇互动，赢金豆，玩游戏得黄金大奖。每个月最后一期，我们将会现场开奖，摇一摇黄金就能发，赶紧行动吧！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。八零九零后，岁月不及等候，偶尔也开始举杯怀旧，听的还是那些歌手三两儿时的朋友，原来这就叫做足够。最好的八零九零后过了分岔路口，原谅我们也逐渐成熟，往事虽能倒背如流，但依然笑到拍手，我们和青春不说分手。曾经一首歌听好几遍，循环几百遍，听好多年。曾经一部电影看好几遍，温习多少遍都不会倦。一台游戏机用多少人的记忆，一台卡带机听多少人的回忆，一本相册里记多少人的追忆，历历在目的痕迹。那时的我们慢慢慢慢慢慢才到目的地，回去欣赏沿途风景去着迷。最好的八零九零后，岁月不及等候，原谅我们也逐渐成熟，往事虽能倒背如流，但依然笑到拍手，我们和青春不说分手。挑战成功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其实杨帆有没有发现啊，在镜头里面看还有点小张信哲的感觉啊。没错，音色很好，而且没猜错，这歌也是你自己原创的。对，也是我词曲的。胖吗？镜头里面这是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。我们的回答是接受现实吧。好，没想到你写了那么有深度的歌曲，问的问题这么的肤浅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大家也都是一样，很多人说哎，你写了生僻字，你是不是特别有文化？就我跟大家也一样啊，我也就是因为不知道我才去写，我知道了我就不写了，对不对？很棒，很诚实啊。对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陈柯宇刚才一百秒钟赢得了现场多少票数，请看大屏幕。128票，不错的成绩。这个程序员的黄金项链也比较符合你古风的歌曲啊，金毛笔送给你，加油！谢谢谢谢谢谢老师。